我等了无敌久，眼部头雕有个问题，就换货疯狂无限的等下去，真是机车的超级没有效率。哦，一样的维持着相当精简的配件，手掌的配件，替换的配件，然后脸部头雕加原本的四个小小的特效跟尾巴，尾巴完整的装上去之后，整体的感觉其实不差，尤其头雕面雕的部分，必须老实说，真的还蛮帅，头发的这一种色泽感有做出来，不是这种纯黑的颜色，那就是跟平常我们看的动画或是漫画的发色是一样的。那超市的头发绝对绝对是一大亮点，头发非常茂密，然后侧边的刘海，哇，超好看。那皮毛的部分，然后它拳头这里全部都是另外一种颜色，偏成那种淡紫色皮带。哦，哇，超级佛心的 SHF， 它的牛仔裤它有做这种渐层颜色，哇，好久都没有看到这渐层的颜色，真是香。在精品上的渐层，真的现在如果有的话，像是挖到宝一样。这一只的牛仔裤给你满满的渐层，然后后面然后脚这边还原程度也不错，SH 的可动其实真的有点说到腻，它头基本上就是这样子，它下面的这两侧刘海是微可动的，然后后面这头发也是上下幅度调整，那双臂可动的地方一定是相当的完整，上胸部分，然后腰，腰的可动程度也算蛮大的，尾巴，尾巴就是看你自己要怎么动，脚的部分几乎劈腿，前后一致嘛，相当的可以。然后大腿关节处，然后脚前面，这只可动其实说实在相当的棒。这只超市达尔的脸部表情，它跟头发是连在一起，那可能因为就是超市的这头发非常多的这种分量，那直接它就是做一个一体式，那这样也好，替换上其实你也比较方便一些。但是有时候你就会突然找不到安装的点。哇，这一个头雕帅气，大家非常出现的这种自信的微笑，然后又有邪一点邪气的样子，整个以眼睛跟眉毛涂装绝对是一大亮点，非常的帅。第三个头雕直接愤怒露出牙齿的样子，神情也是还蛮到位。最后一个头雕也是一样愤怒，但是是嘴张开。哦，目前为止这四个头雕看下去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，整体来说的话都有一个相当够水准的这种表现。
好吧，我们来看这个小球特效，那特效真的是无敌小。那唯一的是，哎、欸，又有建成哎、欸，哇！现在看到建成真的是算蛮兴奋的，以前看到建成都觉得是习以为常。哇，那原来是现在的建成那么难能可贵。它主要就是你要换这种专用的替换手掌，有插销，跟它的这种小小特效气功波做一个结合。这次我自己个人给的新评价五颗星，值得一买。那重点就是还原程度其实不错，那整个面雕脸部表情非常到位，那整体的感觉你是拿捏的相当不错。那你就喜欢有钱就冲吧。整个超市达尔的形态加上他的一些表情，真的算是完完整整的呈现原汁原味的还原出来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 ，Love and Peace， 拜拜。